频整体中，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和妻子杜兴林以及刚刚满一岁女儿跳舞的视频，并配文：花开枝头多喧闹，家里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引发网友热议。网友看到整体中的动态后纷纷回应称，新的成员或许就是指杜兴林腹中的胎儿吧，因为小女儿已经出生一年多，不可能还称为新的成员。随后张纪中回复网友三朵玫瑰花，疑似默认妻子杜兴林怀三胎。在视频中可以看到，今年已经70岁的张纪中身体依然相当健硕，尽管已经是一头白发，但整个人显得精神抖擞，丝毫看不出已经是踏入妻子头的老年人。